啊，大家晚上 好。那今天我来到朱茂祖，看到悟空这次出动七龙珠的配玉剩15张哦，然后就找到了三个伙伴，其实是两个伙伴啊。这次我跟我的伙伴一人五抽，然后还有这位大哥，我们就直接来比赛，一人五抽，看谁比较衰。不要啰嗦，开始。哎，分赃分赃，一人五抽，就发牌嘛，就一样发牌就好。有玩过，有玩过不玩？就是，然后自己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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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盒子盒子。我要自己拿。来，一人五抽。我要自己拿。来，你先。就这样。来，哎，你就直接抓一把，没差。我让你们就抓一把，来，而且我这边都分母，这才容易中。来哦，啊，谁先？谁先？谁先？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。艾莉。先丢地上哎！一张飞，放放。哎，不合理啊！不合理。那我上次没有过，为什么上次没有过？一张。哎呀！好，他两个了啊！我们输了。我上次为什么没有？我们输了，因为你都抽没了。这是一场，一场。我就说嘛，我觉得我刚拿那把，我觉得那都是分。你刚刚自己两五张就结束了，靠腰哟，这分母哎，啊，就我这边都分母，全部都分母，我们啥都没有，五个都分母哎，怎么回事？还有吗？还没开吗？就三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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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最输哎，哎，我真的是好中啊，我真的是抽我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永远都不会，永远都不会有那个。好厉害哦！按三张。啊，去拍一下，来镜头。去拍一下。今天是换，没有放的。镜还没跟上。这边是柯尼的，然后这边是我的，然后这是那位大哥的。所以今天柯尼第一名，大哥第二名，然后我是分母王，我永远都抽到自己的东西都是分母王。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可以帮我一个赞，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啊，记得帮我订阅小铃铛，拜拜，帮我分享一下，谢谢，我是好，大家拜拜。